近日，吴奇隆出席某活动时遇到粉丝上前求合影，在他与两位粉丝合照中，其中一位女粉丝便伸出手强行去拉吴奇隆胳膊，想要挽他手臂，不过被吴奇隆果断拒绝。他提醒粉丝说道：“小心一点，我有老婆。”吴奇隆与刘诗诗因拍摄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相恋，2015年1月领证，今年4月29日，吴奇隆公布刘诗诗生子喜讯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